雄市有一个毒虫呢，他缺钱买毒，结果竟然自己买玩具枪来改造，然后上网拍卖，网拍上面清楚写着定价、品名，甚至还可以宅配到家。平常呢，他都到超商寄包裹给买家。警方趁嫌犯到超商去寄货的时候，当场人赃俱获。宅配，嘿，是中国道府，他是如果是在高雄市区的话，他会做面交这种动作。打开网页，知名的拍卖网站上竟然大拉拉的贩卖枪支，而且还有详细的产品介绍、定价，还标榜可以宅配到府。他就是用一包人包装，就直接请那个快递公司啊，或是那个便利商店那种便利盒直接转寄过去了。31岁的庄姓毒虫缺钱买毒品，竟然拿玩具枪改造，还公然在网站上拍卖。嫌犯接获买家的订单，准备寄出包裹，包裹打开里头全部都是改造枪管，更扯的是还附上使用说明书，不会使用还有售后服务。他有车床的功夫啦，然后他对枪械这个部分他也感到非常有兴趣，所以他在网络上，他有先自行购买一些那个半制成的那个枪管，所以他自己在加以加工。庄姓嫌犯平常无所事事，染上毒品，为了买毒异想天开，在网站上专门贩卖枪管跟子弹，平常常跟买家约在超商取货。警方趁着嫌犯到超商寄货的时候逮到嫌犯，当场人赃俱获。中央新闻陈国民、薛慧文 SNG 小组高雄报道。